林口长庚纪念医院质子暨放射治疗中心引进尖端先进的医疗设备，质子治疗是先将质子加速成为高能量质子射术，再把它精准地导引至肿瘤病灶区内，释放出大量能量消灭癌细胞。由于质子独特的物理特性，在肿瘤后方的正常组织完全没有辐射剂量，可以把放射治疗对正常组织造成的副作用减到最低。治疗室内有功能齐全的影像定位系统，并配备有六个自由度修正位置及角度的机械手臂治疗床，可以360度对癌症病灶从各种方向和各种角度做精准的治疗。许多肿瘤如脑瘤、鼻咽癌、头颈癌、食道癌、肺癌、乳癌、肝癌、胰脏癌、射护腺癌、儿童肿瘤等，藉由放射治疗或由合并手术化疗，可得到很好的治愈率及低副作用。我们专业的癌症治疗团队提供专业的医疗和贴心的服务，如同家人一般的真诚细心照护，带给病人及家属更多的安全感与信赖。林口长庚纪念医院质子暨放射治疗中心。